天越来越黑了，我再看看你们都在说什么，我再看看屏幕，所以你们先说。脸这么红的原因是因为反光，因为它周遭的灯带是属于红光，所以脸就很红。然后后边又是芭蕉，又是绿的，所以今天是红配绿。天已经黑了，我刚才上直播就是因为，哎呀，这个风景太美了，然后这个院子里一个人都没有，我特别想让大家感受一下此时此刻我的那种心情，就很惬意，似乎什么都不想，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情。一会儿天黑就直播不了了，你们早点吃饭吧，我也没别的事情了，我先，然后。好好的开心啊！这不是海南啊，你们猜这是哪里？欢迎你们来到江。